院住17天，然后还跟医生拜托，因为我只有买到1月1号的票，然后他说他想要来看五月天，然后我带他看完五月天之后，他1月2号就回去打化疗了。啊！所以我真的是为了他点的。他要听什么歌？我们全场25000人为妈妈，为他的女儿加油。眼泪轻飘飘飘的流走。有什么留在我的你心头？那是什么？小朋友叫什么名字？等他好的时候再带他回来。想帮我的孩子们点一首歌，1月1号他们没有点到，举到手抽筋了，然后还没有点到。他们今天有来吗？好啦，那就回去安慰他们好不好？等一下他们要听什么歌啦？他生病然后住院住17天，然后还跟医生拜托，因为我只有买到1月1号的票，然后他说他想要来看五月天，然后我带他看完五月天之后，他1月2号就回去打化疗了。所以我真的是为了他点的。他要听什么歌？我们全场25000人为妈妈，为他的女儿加油。我们曾傻啦啦啦的唱过那一首普通通通的心痛，多年后我们依然是否是那一个你，那一个我？当眼泪轻飘飘飘的流走，我们都哎呀呀呀快乐着，有什么留在我的你心中？是什么？小朋友叫什么名字？等他好的时候再带他回来和我们一起唱五月天演唱会，到时候我们安排你还有你女儿坐在最好的位置，我如果没有点你的话我就拉肚子，到时候我们在一起现场一起唱他还有你想听的歌好不好？好。韵哥还有韵哥妈妈加油。我 carry 你